贵阳市，谋害皇嗣，即可拖下去。此毒酒，这，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，起来。本宫不知如何得罪了夫人，竟被如此诅咒。质子未见天日，又有何辜？为夫人是要害了皇上的子孙才欢喜吗？夫人莫说，不知皇后娘娘生辰，今岁皇后千秋节，夫人托令妃。 送的贺礼还在库房中呢，难不成这贺礼是假？蓄意诅咒才是真啊！妾身冤枉，皇上明鉴。扎七曾经去到你府中和你密谋陷害于妃之事，他曾亲眼看见你制作布偶，扎上银针施法，埋于府中四角，诅咒皇后与皇子，难道？ 他还能冤枉你不成？这天杀的扎琪，这个混账，在我府上混吃混喝也就罢了，他还满嘴胡说八道。我什么时候扎针做布偶埋在我府中四角了？给我天大的胆儿，我也不敢呐！皇上，这扎琪呀，是嫌我府中有宠，他为他姑母于妃不平，所以他陷害妾身。魏夫人，先前您还说和科里叶特氏并无来往。 扎琪又如何去您府上混吃混喝了？皇后娘娘方才质问你是否与克里叶特氏府上有所往来，你想都没想便说你与于妃府上并无往来。可见你所识所知的克里叶特氏，唯有于妃母家而已。你这前言不搭后语，还敢抵赖说你不识扎琪？皇上，这扎琪已经死了，可他的话都是陷害妾身的。 什么巫蛊，什么陷害于妃娘娘，妾身不知道。扎琪替他姑母杀人灭口，串通接生姥姥田氏，杀害十三阿哥。扎琪都已经招认了，与你商议过此事。纯贵妃娘娘，那扎琪就是吃酒赌钱的混混，他的话你怎么能信呢？这攀污皇亲那可是大罪，皇上。 妾身向神明取咒，我从来没害过皇后娘娘、于妃娘娘和十三阿哥。皇上，巫蛊之事出于魏宅，何人可以冤屈？扎琪出入魏府，也是有人亲眼所见。另则，在魏府搜出来的金银珠宝，大多出自宫中，可见令妃虽身在宫中，却与家中往来密切，保不齐，她也参与了此事。 皇上，可怜天下父母心。魏夫人与皇后娘娘、于妃并无冤仇，还不都是为了令妃？若说此事令妃能撇清关系，臣妾也不相信。给我搜，都搜仔细了啊！快点把那个柜子打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东西都倒出来！啊！快点！我也不知道。 这可是巫蛊，是死罪！你给我闭嘴！宁额娘敢在宫里动巫，真的是不要命了！不会的，我额娘不会这么蠢的。李公公已从魏府搜出了四个，胆敢诅咒皇后，真的是不要命了！走！不行，我要去见皇上，去见皇上，走！ 皇上，臣妾派了凌云彻带左禄入宫查问，想来也快有结果了。左禄，皇上，左禄年幼无知，经不得惊吓，只怕他胡言乱语，误了圣上的耳朵。胡话也是话，朕倒要听听，他能说出什么？皇上，皇上。皇上，凌大人到了，让他进来。这。 微臣凌云彻给皇上和皇后娘娘请安，给各位主子请安。紧要紧的说，是。皇上，这是左禄的供词，请皇上过目。什么鬼话？皇上，左禄这个人没有什么学识，大字也不认识几个，所以字迹。
歪七扭八，毫无纹理，只能写个大概。凌云彻，你对走路动心了是不是？凌云彻，你个臭小子！你韦夫人，不得无礼。皇上，左路一进慎刑司，便吓得尿了裤子，他什么都招了。微臣也问了几句，巫蛊之事是女流之辈所为，他确实不知道。但是，他与扎琪喝花酒赌钱，还听扎琪说对于妃娘娘有不满。他们喝完酒之后，扎琪还说要杀了田俊。这些事都说得有板有眼，想来不会有假。和扎琪在一起，我早就受过左路了，少结交这些狐朋狗友。可这不是罪吧？夫人，左路帮您把令妃娘娘给您的银票交给扎琪，还帮您叮嘱扎琪两句话。其一，让扎琪把银票放到银号里，尽快存着。其二，但凡有人要问银票的来源，让他说是于妃娘娘给的。这件事儿您还记得吗？那又怎么了？难不成于妃给自己侄子银两，还要过一道您和令妃之手吗？还是整件事情原本就是你和令妃所为，栽赃于妃？当然不是。你说不是，可左路说是，看来是左路不老实，咱们还是得对左路用刑啊。皇上，左路冤枉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即使他不是主谋，也是帮凶，还有知情不报的隐瞒之罪，也绝不能轻饶。皇上，晋宝公公来了。皇上，这是从魏夫人的住处永寿宫偏殿佛龛底下搜出来的。小心点，快快点，快点。皇上，这和魏府搜出来的是一样的。扎了这么多针，这得多恨皇后娘娘啊。武阳氏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皇上，魏府那四个不是妾身做的。魏夫人，这不是妾身做的。皇上，快落轿，落轿，慢点，慢点，快快，都给本宫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皇上在里边等着呢。靖州，靖州，仔细上了台阶。我额娘呢？我额娘呢？夫人快守不住了。您弟弟也照着您和夫人拿着银票给扎琪存到银行去栽赃于妃的事儿。那我就知道他靠不住，额娘非要让他办事。还好，还好他知道的不多。夫人还在里边，他一个妇人经不住吓的。皇上皇后这么个茶房，迟早得露出您来，您可得先把自己摘干净了。那本宫该怎么办啊？管他娘的，射出别人保自己呀、啊！保自己？那不是别人呀，那是本宫的额娘和弟弟。当他们是亲人，他们当您是摇钱树。您快进去吧，记住，舍近替自个儿喊冤。您得让皇上可怜您，可怜您腹中的龙胎呀、啊！您可不想被一锅端了吧？妃娘，您慢着点，您当心龙胎呀！额娘，令妃娘娘，额娘，你为何要背着女儿做出这种不堪之事呢？啊，额娘，女儿真不能相信，你到底为何要诬陷于妃，害死皇后娘娘的孩子啊！叶蛮，你，额娘，你糊涂了，您这么做，连累女儿不说，更会害了左路啊！额娘。左路还小啊，皇上皇后都在这儿呢，您这要是做了什么就认了吧。主儿，您可千万别动了胎气，您肚子里可还有龙胎呢。额娘，想想左路，千万别再糊涂了。额娘，皇上，
是妾身糊涂，是妾身的罪过。你有什么罪过？这一切都是妾身的罪孽。皇上明察秋毫，妾身无可抵赖。可这件事和左路、令妃娘娘无关。令妃娘娘身怀六甲，妾身做的这些事情她都不知道。左路更是蒙在鼓里，他是个糊涂虫，只听妾身的话，他什么也不知道。本宫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这么做？若是令妃，倒有争宠作孽的嫌疑。令妃争宠？她拿什么跟你们争宠？她就是个窝囊废，要不然也用不着我这个老太婆替她操心。咱们出身卑贱，可你不能由着他们瞧不起你，处处作践你，欺负你。你嫉妒失宠，也是皇后使的手段。你就是个软蛋，你就是个蠢货。你能咽得下这口气，为娘咽不下这口气。放肆！令妃得宠失宠，跟皇后和十三阿哥有何干系？你自己生性狠毒，偏要扯上旁人。于妃也是受你指使所害，本宫倒不相信你有这个本事勾连内外。皇上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扎起是妾身指使，玉妃娘娘是妾身所冤，皇后娘娘和她肚子里的孩子是妾身买通田姥姥所害，这些都是妾身做的，妾身甘愿付诸。可是皇上，这件事与妾身的儿子左禄无干，也和令妃娘娘无关。皇上，额娘，额娘，额娘，拨乱宫闱者，须得严惩。未央师谋害皇嗣，即刻拖下去。赐毒酒，这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，起来！皇上，爷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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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起！皇上，起！主儿，皇上，令妃动了胎气，怕是要生了。令妃即将临盆，先把孩子生下来，再继续查问。皇上，皇上，我们的皇子。令妃，你要是心虚害怕，腹中的孩子生不下来，朕饶不了你。朕今冤枉啊！带令妃出去。主，您慢点。保重。快点，这只老了马上就到了。放心。王禅，您坚持住。传了呀！快去推一推。我这就去。主小心，我小心啊！小心。败家，快！主，只要产下皇子，一切就会有转机的。主。皇上，那臣妾去圣刑司把于妃接出来了。于妃无端受此冤屈，是该皇后亲自迎接，才可平息流言。是。主儿，坚持住啊，主儿。勤奋上，您就让主和魏夫人再多说两句吧，求您了，求您了，求您！好吧，不过你们可得快着点，否则我们的脑袋也得丢了。让他们道个别吧，怪可怜的。好的，放手。叶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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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女儿对不住你，女儿没有保全你，你为了你自己，连亲娘都可以要挟，早知道女儿靠不住的。左禄是咱家唯一的男丁，唯一的血脉，你给额娘记着，
无论如何都会抱拳作揖，护着他，就像护着你肚子里的这块肉。额娘，我答应你，我不会让你白死的。能不能先保住我自己啊？是你蠢，是额娘蠢。额娘。额娘，我算是看清楚了，用尽手段不如专心对付一个皇后。是，除去她的孩子算什么，她依旧是皇后，还不如一了百了般的。你一定要夺了她的皇后之位，让她生不如死。令主，可拖不得了，你得留着奴才的脑袋好为您效力呀、啊。夫人，对不住了。燕婉，额娘，额娘能帮你做的只有这些了。夫人，燕婉，额娘，燕婉。